不，就是说，多亏我提醒了你，你又没干。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干什么呢？幸亏我就是说临时制止住了，不然你就要干坏事。没事没事。没化妆涂个口红，会显得气色好一点吧。哎呀，救大命了。摘一下牙套。后面锦旗祖母，哇哦，我今天很快乐哦。Hello， 小狐狸，米老鼠帽子，这就是一个小熊帽子，今天很快乐哦。你先溜了，再见了。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觉得这是米奇就是米奇咯。现在我的粉丝都已经变了。不是星巴克，去看电影，然后买了一杯果汁。我买的是哈密瓜梨。江江买的是哈密瓜苹果。我的粉丝没有去看电影。但是它很好，因为我比较爱喝酸的嘛，然后我就说他的那个好喝，然后他就把他的给我喝了，然后他就说那把他的给我，然后我的给他了，都是哈密瓜，对，我们俩都很喜欢吃哈密瓜，他好爱我，我也觉得他好爱我，他真好，真的很好。今天下班出去只穿了这点吗？不冷啊，很热啊，我里面还穿了一件。今天是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姐姐，可爱姐姐，她真的好小一只啊，真的很小一只。江江就是她跑过来的时候，就是背了个小书包，然后就哒哒哒哒的跑过来，救命。我觉得就还挺聊得来的，然后一问，双子座跟我水瓶座不绝配吗？嗯，我今天也背了个双肩包，我跑起来也是这样子的，我跟他跑起路来都是这样子的。佳姐是哪里的？不冷，我身边外面走的还下雨了，好像是下雨了，我还以为是空调水呢，飘了几滴。佳姐，别提佳姐，为什么？佳姐怎么了？是江宇航呀，对呀，不然还有谁呀？佳姐，是的，是的，是的。对，他跟我讲了，他也是14期，他是14期的。拿点下班图，不要拿下班图，下班图丑死了，你就随便看看吧，丑死了，暴露了你浪，没关系，你顶着你的这个，你顶着你这个小慧的，是吧？猪猪家的呆狗，出去也没关系。哦，真的，哪吒，我这个是米奇老鼠，哦不，我这是小熊。小佳，你怎么？先溜达，好吧。你怎么？
他会摇摇什么？我感觉怎么回事？这个你现在他会摇什么？是会摇吗？这就是说不用不用咱将将教了好吧，咱们就是一起舞动起来吧好吧，就是起飞，就是一整个大起飞。笑死谁带坏谁还不一定呢，真是的。再说啥？再说江宇航前辈会摇花手，然后他们说，他们说可能就是说会把我带坏，但是我说谁带坏谁还不一定呢，我也会。忘记我是社会队的偶像了吗？忘记了吗？大家都是忘记了吗？你去冲，你还提起别人冲，自己谢谢滑稽的 S2 荧光棒。不要这样，可以进群带你了解一下我们社会群的。社会队，咱们 S 队不是社会队吗？铁憨憨跟傻憨憨有什么区别？谢谢月八月一的一杯奶茶 ，Thank you very much。这是谁呀、啊，棋子？您是谁呀、啊？非常。找团团了。这是非常吗？哦，对对对，你上次给汤总充的，我想起来了。小熊也在，小熊也在电台。嗯，很丑的下班图，不要这样子。虽然我包的很严实，但是不要这样子，我都害羞了。甜妹小辉，我现在不甜吗？虽然是素颜，但是难道不甜吗？我都不看啊，金玉良缘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看。你未来的灵魂，你们好小学生啊！他们纯大黑。不，这就是老粉和新粉的区别。今天是哥哥，今天才不是哥哥呢。但不过今天可能跟小江出去，我就觉得他好小一只啊，真的救大命了，救大命了。就是这里，他头可以在我这儿，他头在我这儿，救大命了。小江就是1.6米吧。那我今天鞋子穿的比较高，大概可能有1.75米吧。口音都六七七，哇哦！为什么是小狮子？体会当一的快乐。可是她是姐姐，可是她是姐姐，我不。啊，我真的，他真的好好呀，真的好好。因为打车的时候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他真的很好，哎，就跟我亲姐姐一样，就是说很好。哎呦，小心，会提醒我很多，就是事情，抢着给钱。哦不，他是让我不要那个，
比如说差不多吧，有关于钱的事情，但是他真的很好，跟我姐姐一样。就比如说一个手链送了你，因为我习惯性嘛，因为我在想前辈们，就分团的前辈们来上海，那就是习惯就是我打车什么的，对吧？然后他就晚上好，然后我就打车了嘛，然后他就他反正就很好，就很好，就很好。然后他就心疼我，就是因为我想带他去看电影嘛，我想带他，就是他不认识路，然后就是基本都是我想我请他嘛，然后他就是不要，他说没关系，他就是说心疼我的钱，他就是说都是就是我说不出来，他就是说不要，他不让我给钱，他就说。反正就是这样。Miki 那些事才不是小台阶呢，排练不辛苦，你不会是我们车上谁的？什么可乐鸡翅啊？我喜欢吃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排练辛苦，你是小台阶，再见，出去。你是小熊软糖，我知道啊，我知道你。漂亮妹妹，漂亮妹妹是什么？大会员。我现在只要明天约了北京的前辈啊，北京的还有我们车的前辈们一起去吃饭，我带他们去吃烤肉吧。你喜欢捞不动了，捞不动了，不海底捞了，是真海底不捞。北京的前辈把你炸出来了呀，就是哎呀，就把你送我一对，就是我们车的呀，我们车的张成一前辈、唐成威前辈呀、啊，你以为呢？你以为是谁呀、啊？你以为呢？明天是张成一前辈的生日哎。进来不到一分钟，臭小抠，臭小抠啊！你肯定是心里感应，感应到了。我不化妆，怎么黑眼圈好重？监督我练的是什么？臭小，你是香小明？是什么意思？你是香小明，不是臭小明。不知道啥时候就掉了一颗。我香脑宝，今天好可爱。他们说我今天是哥哥，我今天是小慧哥哥。不懂吧？不懂了吧？他又不在我这里，我怎么帮你照顾呀？他肯定会找他们车。长胡子了吗？又不会找我。救命，我没长头发，我长胡子了，不能熬夜了，再熬夜真的有长胡子了。一提谁你就出现，帮我照顾兄弟，他已经不在，他已经留在家里，而我现在没有吧，我可能只是没化妆，化完妆就不会有这种黑黑的印子了。那就让谁来当小熊林呢？就让浪浪来当。不是女孩子，我不是男孩子，这么可爱当然是男孩不女孩子了。不好意思，没有加熊笨蛋的朋友。就他不在吗？你走，你别走。口误，家人们就是说一整个大口误，好吧？口误，口误，烦死了，口误。烦死我了，还不允许有人口误了啊，不允许了吗？嘴唇上面一半没了是什么东西？胡子啊，胡子没了，
怎么还会有胡子呢？男装直播一会儿，没有男装，不男装，我拒绝。这不是，我不要。对啊，话说烂了。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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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请问他在干什么？他是在？进去有问什么？我们不知道哎，我们还没有说呢。小慧头发是假发，这越传越离谱。是的，是真的是假发。知道不知道了吧？让他下播好吗？别再开播了，不然我现在就去抖音看他。几天没叫，昨天才见。小慧是你的好兄弟。哦，是昨天吗？还是前天？哦，他没播好吧？我以为他真的播了。谁光头了？越传越离谱啊！你纯真大的。小猪猫都有火枪。谢谢白胡子老爹的鸡腿大礼包 ，Thank you very much。你是花吗？谢谢你，谢谢你，千万不要，我也拒绝，我拒绝作罢，我打咩哦，打咩，暂时拒绝作罢，就我最好，你是很好呀。但是我到99岁的时候再做卦吧，好吧，让你们感受一下中年啊，不，45岁以后再做卦，让你们感受一下中年男人的魅力。你知道吗？我今天看了个电影，哎呀，我了个大天爷，救命啊！今天看那个电影叫《爱情神话》。爱情神话，救命！今天加一个小说，好难看啊！难看，真的吗？像就是中年人的爱情和友谊，然后和他孩子发生的事情，给我看懵了。那你看过那什么《在暖冬拥抱里》吗？没有。哇，这么难看吗？那我明天要不好看。怎么，林佳怡她要去看是吗？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是去陪雨姿去做指甲嘛，然后做指甲那边就是有一个姐姐，然后有个顾客，他们就说反弹风暴千万不要看，超难看，去看爱情神话。然后我们就听了鬼话，我们就去看了，没看懂，但是还好有江江陪。对对对，我昨天就还好，到了唱歌唱的都是闽南语，我看一下，就是而且整一部电影全说的都是上海话，我还好我听得懂，但是江江他是四川的嘛，听不懂，都是说上海爱我，对，林佳怡可能听不懂，你听得懂？林佳怡是上海哦，他也上海的。贺岁片总共四个，你看了三个，那你看那什么电影？爱情神话不好看，一般般吧，就是没有说那么神，就是比起那个徐峥以前的电影来说就是差远了，我觉得别喷请勿喷，我只是我觉得然后但是评分很高，不懂。你老婆哭了，那好看吗？是那种哪种的呀？是那种搞笑的喜剧片吗？还是说那种今天交到新朋友了呀？谢谢。最近连欧行素颜直播吗？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化妆，今天就是素面朝天就去排练了。怎么的？是不好看还是怎么了？谢谢团团的一个大山。素颜犯狂喜，笑死。当然辛苦你今天上班了，你已经赚到谁那了？还差多少个小时没有赚到？那你觉得呢？那你觉得不是素颜，我是化了全妆是吗？那搞笑吗？是那种喜剧片吗？也被传寒也是素颜是吗？大家都太忙了应该是。
这样多好。黑眼圈吗？我都已经开了这个补光灯，黑眼圈还重。我都觉得不重了。晚安，老宝。没有办法呀，脸蛋好大，我这是卧蚕。兰兰，你个直男。嘘，好了，不要再说了。我这是卧蚕，卧蚕很重的。嗯，黑眼圈不明显，就这个嘛，这个，这黑眼圈不重了。对，因为我找到了一个秘诀，画了五个卧蚕，画了五个蚕，哪里有五个蚕？一只楚鸡腿是什么？我明天准备穿好看的衣服，穿什么呢？穿什么呢？我跟穿什么呢？我想想。拜拜，团团，明天去看你唱歌。没有，记得告诉小姐，我不是九点哦，九点我不去排，我是下午2:30的车，2:30的车，所以说可以跟大家见面呀，哈哈，是想穿洛丽塔来着，我今天看到有前辈穿洛丽塔，还穿的还是 AP 的小熊饼干，应该是吧，小熊饼干。是我喜欢的小裙子。储值鸡腿，鸡腿不是花钱买的吗？明天洛丽塔吗？明天不洛丽塔吧。我穿洛丽塔，我得盛装出席。小熊太贵了，没买，没有。嗯。我一般穿洛丽塔，我习惯那种盛装出席，因为为什么？这不是洛丽塔啊！这么多不是洛丽塔。就是我习惯盛装出席，因为如果我是就是普普通通的那个什么妆造的话，会很奇怪，会像个男孩子，懂吧？而且他价值一座。我跟你说，我都跟小江吹嘘了，明天有人要来看我，你说你不带相机。都跟他吹牛了，我跟你说，明天我会有我的，我都弄个什么来看我？开玩笑，开玩笑。小慧最贵的一套洛丽塔多少钱？我想想啊，可以增长智商值，具备中间商。对，四位数差不多，最贵的四位数。是花了我的压岁钱买的，然后但是他怎么说，那没那么贵，没8888那么贵，那么贵的没有买过。就是我妈，就是他那是日牌，你知道吧，他是普通款，但是要四位数。然后呢，我妈就是说，她就是以为我买了菠萝裙子，你知道，她以为我买了垃圾裙子，她就是说你要是再给我买这种几百块几十块的裙子，专家你天天穿一条破布出去吧，你就再也不要那个。然后我跟他说，妈妈不是的，这条裙子你别看它破，你别看它很简单，但是它四位数。然后我妈就更生气了，你跟我说它四位数，你搞笑吗？我给你们看一下四位数裙子，好吧？就是这条，它的名字叫 Baby Doll。穿上其实挺可爱的，就是很普通很简单。baby doll 好看耶，是吧？还可以，就我喜欢这种普通款的裙子，就是不是那种有很多饼图的，有很多花纹的。对，这个四位数，它日牌。哎呀，救大命了，很可爱。你也想穿？来吧。然后我万圣节穿的那一套，万圣节你们还记得我穿的那一套裙子吗？就小恶魔，还记得吗？黑天使还记得吗？一直没舍得买，想买红的，可以去闲鱼上买。
可以去闲鱼上买。如果买这种裙子的话，现在 BBD 降价好厉害，这条裙子从一开始的炒到了大概快3000块钱，炒的啊，它原价可能就是2200，然后炒到快3000，到现在降价了，降到1400，二手的只要1200-1400。那我就去看拥抱吧。待会儿跟佳怡讲一下那个电影很不好看，我要让他死心。希望他能，但是这一条裙子还会看咸鱼，会啊，当然会啊。我们玩裙子的是会看咸鱼，因为很多裙子它是限量版，它绝版的，它是买不到的，买贵了会心疼，不心疼，因为这个裙子是我一手的嘛，我买就是买全新，然后又给它穿到现在，也经历了很多回忆啊，那种生日会什么的都穿这条裙子，不心疼。认出我的样子。这玩裙子也有圈子，当然啊，搂圈啊，还有，那你想想看，玩 cosplay 还有圈子呢，叫 C 圈嘛，对吧？然后汉服圈，汉服玩汉服也有圈子，叫同袍，哦，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搂，你个搂圈，你才是搂圈的你。我说的是 L O 萝莉塔的罗罗圈，你才搂呢你。喜欢汉服吗？喜欢明制，喜欢对襟的那种明制。我穿汉服撑不起来，你搞笑。今天和他爸爸看的。那你跟小蛋糕应该聊很多。对，应该可以。小蛋糕，对，他有好多裙子。小白天送的一个糖果和一个圣诞帽，谢谢。飞日复是什么？どうして？许多成员穿萝莉塔，准备和江江。如果他不准时回去的话，因为他们本来我问了一下，他们可能9号就走了。如果他要迟一点回去的话，就跟他去迪士尼，我们就约了迪士尼。但不知道可不可以？9号、90号你要去吗？啊，这样一起呗。好呀。如果可以的话，一起去呗。好。可以一起拍照。好。太好了，朱寒家的第一次迪士尼，之旅。见了各种前辈。那个车有没有认识什么前辈啊？有啊。谁？珍珍啊，珍珍。增加。珍珍，家里还有吗？开心。本来还想着说什么生日去一次迪士尼，第一次去浓重的放假期心代表人多呗，是吧？人多，可是很想去迪士尼啊，而且他们好不容易来一次，那不得去。你没去过吗？我没去过呀，上海的我没去过呀。没想到吧。那什么的吗？叫松吧。哦，里面迷路了。你不是办了年卡吗？你怎么会在里面迷路？最近人爆表。你们谁的 YDS？ 那我们就没关系，只要是跟他一起，可以带跟他一起去上海的市中心都可以。什么福康路、永康路，什么静安家里，什么欢乐谷都可以，对吧？只要去带他转转玩玩，瘦瘦的那种感觉，然后去拍会照，挺好。你们这么说的话，我感觉又去不了迪士尼了，真的又去不了了。总感觉会。他们会按时回去的，真的假的？太多了，假的，再见，小哥。年卡和迷路怎么聊？办年卡代表你去过很多次啊，去过很多次，为什么还会迷路呢？9号不是还有握手？哪里有很多？是吗？
好吧，我不知道哎，因为我都没有通知我们九号握手的话，那就十号，还是九号握手的话，就是说，是广州成员和北京成员都要去握手吗？都要握手吗？快乐的排一下练，你单推我，我信一个鬼。你的话真的不可信，小慧九号分团了，全部好像。So this ne， 那就十号去吧，都可以。啊，怎么越看我越憔悴，我不开心了。你去给我买什么玩偶了？放不下了，放不下了，真的是好多呀！这个小熊维尼还在这儿。放不下了，放不下了，放不下了。我又不喜欢把东西藏起来，如果把你们送给我的宝贝藏到箱子里啊什么，我又不开心，我又想把它摆出来，但是又放不下了。除非他们破了，他们旧了，你们可以给我更替，新旧更替，但是我不想换了，不然我真的没地方睡觉了，你知道吧？没什么睡觉。直接疯掉了，手指头，或者是从我的发后，从我的衣角，我爱的前辈，不行吗？你们拒绝了就不允许消失。睡娃娃上面。我是疯子。亏你想得出来啊！我才不是。是疯子，我可不疯子。主要是我喜欢就是床上干干净净，看我床上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对吧？这样我就可以滚来滚去了。哇，您然后会找借口呢？可以放姐姐家。那如果你们直播的时候要揍你们屁股怎么办？对吧？每个玩我不都有每个人对应吗？就比如说小鹿，还有那个什么小明。要把它开启了。叫小黄鼠。Hello， 你好呀。还是叫小黄鼠。小黄，我错了。那丢丢，你要不要送给我一个玩偶呀？你送给我一个呗，你给我去挑一个呗。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动画人物呀？那你快点去关注。模型拼好了吗？我交了。毛油啊，毛油。交了一。毛油啊，我毛油拼啊。软软的小。你喜欢的动漫人物？不会是那种人形抱枕吧？那我这样子我也能拥有一个老婆了，也挺不错的。那种什么人形抱枕是不是？的确，我以前我跟你说，我买过那种玩意儿，我买过那种玩意儿，我买的是初音未来吧。九看不出来。自己的爱好，才不是呢。初音未来买了一个，然后还买过一个那个谁，你们知道那个蔷薇少女吗？蔷薇少女，知道吗？不行，我超多。亚斯娜的。猜呀、啊、猜的。好幽默呀，天哪，你怎么会这么幽默？这个好多年了对吧？哎，我以前可喜欢看蔷薇少女了。你踢过我踢的话。以前我可喜欢蔷薇少女了，我喜欢那个真红、水银灯、然后青丝雀，然后那个第十三个人偶那个蔷薇那个。我当时买的是。水银灯的哦，当时买的是水银灯的。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没有。我也喜欢啊，我也是宅女啊，谁不喜欢呢？美女谁不爱呢？特别是穿水着丹的美女谁不爱呢？至少两年吧，至少怎么都得两年了。那我现在不是营养很多，往身上长。哦，不对。你们能说你们不爱吗？你们能说你们不爱吗？啊，你们能说你们不爱吗？
就可以分一点到头发什么，体重就不用。什么东西呀、啊？你年纪轻轻秃头了，为什么我那时候还没出生？哎，我出生了呀！我看《蔷薇少女》的时候是小学、初中的时候。是秃头吗？不是吧？2004我出生了，我不是刚出生吗？但是我看他是什么时候？是初中的时候吧。可是又已经减短，而且打麻了呀。经常熬夜可能会更久。嗯，我也看到了，他发给我了，备传发给我了，我跟他的同人文，就大命，救救我吧，救救我！你不是，你就是少年白，少年白，我感觉以前很少见，但是我感觉花车最近的人，对啊，怎么没有人写我跟王秋如的？我跟贝楚涵。好磕吗？男磕。晚上好，浪浪，您终于来了呀！什么时候发给我看看？谢谢秋如的，跟秋如，我看看谁是一，我看看。浪浪，你来了呀！我昨天干了一件事情，是跟你有关的。那这些不是，当然了。贝爽还没成年呢。贝爽还没成年呢，我都快成年了，这未成年的好磕吗？不应该有点成年的故事比较好磕。昨天我那什么就是那什么空白，你喜欢空白啊？我知道你说过。不要提昨天的事，为什么要害怕？我还没有说是什么。不行，我要坐牢的。因为你知道了吗？谁跟你讲了吗？他现在他16岁，3年起步，最高死刑。你心虚？那你倒是说说我干什么？你猜猜看。对啊，我也才17。你昨天去看浪浪直播，浪浪在哪里直播啊？那跟姐姐不是更好吗？比我大的不是更好吗？又不用负法律责任，但是人家也成年了，不是更好吗？昨天浪浪直播了吗？真的吗？浪浪也直播了。我感觉反而比小贝大很多，因为你想想，虽然我们差了1岁，但他才刚上高中，我高中都毕业了，我起码已经比他多读了3年书。你都不送我礼物，你去给浪浪送礼物，你可真行。确实，其实我昨天我怎么说，我也是大一了吧？小贝小朋友才高一呢。其实我去看了，您唱的歌真的挺好听。大一了还这么有钱。那怎么说，我也是17岁的，那我才17岁。尽量不要停止，还是可以跳动的。我觉得你唱的真的很好听，小佳还夸奖你说你长得像蒸蛋。不知道发直播，你们可千万不要说我可爱。我今天看了那个，我今天看了那个电影，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个梗。最后电影的最后发了个彩蛋，就是那个男主给女主发了4个字。你真变态，然后呢他删掉了，他感觉不太好，然后改成了你真可爱。你们说我可爱就是说我变态，笑死。好难受，后来跟我玩原来是因为自己的。我知道了，你们是在说我变态。你沉迷于吃饭，好怪哦。就是昨天小江不是9点多还是7点钟给我发直播，不要再说我可爱了，要说就说我好看，漂亮。我就以为你可能已经下播了，太完美了。我实在是好像我也挺喜欢说人可爱的，怎么办？没有找到可爱的平替词了，要不就以后就说我你真变态吧，让我觉得你就是在说我可爱。你就昨天播，你唱歌真的挺好听的。
晚安，云吃山。你觉得你可爱吗？挺可爱的。你为什么每天晚上都有大餐吃饭？好变态，好喜欢啊！这个世界里已经没有你在乎的人。你们也真可爱。为什么？你们真变态。好，不是我写的。call 是谁写的？不可以。我的 call 是谁写的？每场 call 都是哪个宝贝写的？你难道不在乎我这个妈妈吗？是谁？笑死我了。把你老婆养胖，你老婆估计得骂死。你老婆已经幸福肥了。希望以后小偶像自己想靠，自己是个暖宝宝，自己想靠啊！我的线，我现在那我当然天天就是说，祝韩佳，祝韩佳，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祝韩佳，祝韩佳，我永远永远爱你，祝韩佳。没人惦记，万一有人喜欢胖胖的人，想一个是吧？好，想一个。别害羞了，要押韵是吧？不错，我个人感觉你真的是一个很适合美丽可爱朱韩佳。别说，为什么不让我说？美丽可爱朱韩佳，那我去拿。然后。为什么不让人说？每次。哦。就说。带着美女前啊，不对。真的非常好听，我甚至还在想你昨天唱的是哪首歌来着？你可以告诉我吗？我现在就 QQ 音乐搜一下。美丽可爱朱韩佳，嗯，小黄你真爱你老婆，带着可爱的江江，带着可爱的江江干嘛呢？都是他们点的，为什么他们点都是你的？这感觉不像我的call啊，就像我们的就是说一个哪里押韵，不是都是啊吗？对吧，押韵吗？家和江不是押韵的吗？你这首歌我也想听，带回家给我也整首歌，我也想想把前辈带回家，那就要看我自己。不说了不说了，你们自己想，自己想嘛，我想不出来，真烦人，真烦人。深圳的会说闽南语吗？闽南语不是台湾福建那块的吗？中东石油王秋如，你是浙江的，孤苦伶仃朱韩佳、哦、对对对对，有了新欢忘了家，把家家留在伤心港湾，忘了他，有了新欢忘了他，不行，完全不押韵，押不起来，还是你们厉害。你想干嘛，小鬼？你告诉我。哼，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大美女，你说是不是就好了。所以有你们说是不是？科学家，我不是大傻瓜，你才是大傻瓜，你真可爱。猪猪直播说人可爱，我会经常。你们是不是真的可爱？哇，直播间土宝宝可可爱，最变态水煮，喜欢水煮都抱着一直前面忘了他。会呀、啊、真会。一大哥，不要让小江成你的榜一大哥。他说了、你可能是说变态，他说他 那就要看你怎么想的了，那就要看你怎么想的了。要跟浪四元成为你的榜一大哥，宣传一下我。对，等你火了之后宣传一下我。给你送一个嘉年华，嘉年华是抖音的那什么礼物吗？秋如今天也跟大小乔出去玩了。哎呀，大小乔，我今天也见到他们了，前辈，好可爱，就有大命，各玩各的。我确实送不起，但是要相信我们还是爱着对方的，好吧？哎，看来我们还是
生他气了，真是的，生他气了呢。这个宝贝大哥还是留给小张。那个大坏蛋。怎么抖音的礼物比口袋的礼物还要贵？对啊，发电才2000。就你们对啊，是啊。三花要3000，我送不起。哦，对了。我是一个很穷。我今天要干嘛来着？我突然忘了，哦，忘了旧爱，怎么会忘了旧爱呢？我今天还跟他一起去吃了麦当劳，我们发现了麦旋风，赶快去薅他羊毛。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麦旋风，只要你下载了麦当劳的 APP， 麦旋风免费领取，然后我们就买了两个。因为听我不给他送嘉年华，所以他跑掉了。哎，等我以后赚钱了。好，江江，不可能，江江是跟我们一起走的呀，江江今天。跟我一起走的呀，如果你看到他了，那你没看到我吗？嗯，成功的毕业了，我就去抖音机场。哦，是的，是的，对，他很小一只，是的。尼古拉斯林问我在哪里。啊，就待命了。我今天跟秋柔吃了那个麦当劳，而且现在的那个麦旋风，他有一个圣诞小帽子。尼古拉斯不知道了吧，他有个圣诞小帽子，还有个新年的小帽子。色嘎色嘎，咦，这只猪为什么不说话？那只猪一只会亮的猪，会闪闪发光的猪。嗯，既然快一点，大家还不睡，哈哈哈。他好像小月回来我会亮吗？我会啊。你也回来了，我以为你是因为。我不给你送嘉年华，你就离开我的直播间哦。我刚刚一整个被伤心到。我差点把我的脑门掀开来，我的脑门就是说会亮亮的发光，发光，发光吧，我的脑门。在叫你们，不是在叫你。我又回来了。晚上好，娃哈哈，你去散热了？不至于啊，为什么要散热呢？好吧，晚安，我洗一洗。怎么了？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难道是浪浪的粉丝吗？刚刚来了个团团的粉丝，现在来了个浪浪的粉丝。我知道啊，我知道你的实名啊。不会是你的抖音粉丝？好，秘密不说了。抖音榜一还特意告诉我叫什么吗？你说吧，我现在就去 QQ。羡慕羡慕什么？他是个傻瓜。那你们也告诉我呗，不就行了吗？我们互相都有互相的秘密，不好吗？他确实唱了很多首闽南歌。嗯，兰兰，你真的叫林香兰吗？真的假的？你叫王小明，我信个鬼！你怎么不叫李小狼呢？我命运中的李小狼。啊，怎么回事？找电话。来搜搜。风味绝佳，我知道你叫什么了。嗯，风味绝，风味绝。
家是我，对吧？闽南语情歌。像是我吗？像是我这个家。我也觉得。你自己说，不然你总不是至于四个字吧？总不至于四个字的名字吧？信封味，真假的？哇哦！四个字不是，嗯，的确现在比较难。我跟你们说，我发现就是老一点的有，就是有统一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们家他哥哥叫王建军，然后他爸爸叫王建国，然后他的名字叫什么，想不起来了啊，他表弟啊，不是他表弟，他姐姐的名字叫什么，王建银还是什么银还是银，然后他叫什么？王建云。建云，云，他叫王建云，云。只有你呜呜呜，你可别呜呀！你这首歌比小黄人的老男人歌单还要厉害一些。有吗？听不到吗？但是他们他爸应该就是叫建国吧？建国、建民、建军。我不知道啊，他跟我说他爸就叫建国，我靠，叫他哥就叫建军，他叫建云。但是他的建和别人的建不一样，他不是那个建，他不是建国建军的建。子轩，真的，哎我弟。他们班就有一个叫罗子轩的，我的脸不是柔柔的，我脸是朱寒家专简专成，我还专厨呢，你这个，我还你风味绝简呢，风味绝简。子涵、子轩，好多子涵、子轩啊！我的天呐，那但是好像我们家就是完全不是这个的，我只是我跟我弟弟是有这个关系，但是我剩下的弟弟和妹妹还有姐姐的名字都是算出来的，都是八字啊什么算出来的。我跟我弟倒是有相关系。现在搜光了好几个朋友图吧，嗯，好看的呀，挺好看的，没想到有这么好看。我五行缺什么？我五行不知道吧，缺水缺土吧，可能也许吧。这首歌是我朱某家，不是不是。第二首闽南歌。缺钱，是的。真的觉得好听的。缺你，五行缺你，对。你一回来就闽南语了，你喜欢吗？喜欢这种闽南歌吗？我说了呀，我那个名字，我以前的名字不叫这个。我以前的名字不叫朱寒家，完全没有相关系，完全没有关联。加油！好了，不说了。应该不是以前的名字，以后吧。有一首《爱情恰恰》，什么意思？就你知道，就你知道。当然可以给你点啊。朱狗蛋，朱祁镇。朱祁镇，朱祁镇是怎么？微博唱给我听吗？是，我需要花钱去买你的唱歌吗？朱古力，对，我是 Valina， 我是 Chocolate， Chocolate 的 Valina 的朱翠花，对，朱翠花，我是翠花，第一首我是翠花，我是我们镇最美的，我好像知道他怎么说。
我是我们镇最美的，我们村最美的。我知道这个 IP 怎么讲？爱表讲爱扬是这样。爱表在未扬。嗯。爱表，我叫爱扬，是这样。猪肉盘，我叫猪，是你，你干嘛？我真的叫猪，是你啊！哈哈。猪是你们，猪是你们，就是你们，猪是你们，猪是你们，猪是你们。丢了去睡觉了，晚安喽、哦。就是你，就是你们，烦死。是这样子吗？就是你，啊、没有，就是猪是你，猪是你，知道吧？你好，是猪是你们，我四个字，猪是你们，不是猪是你，猪是你们。不就是这个吗？你才是猪蹄呢你！你敢说我们蒋淑婷前辈？猪蹄才不是我，猪蹄是蒋淑婷前辈。晚上好，你是猪，对你本来就是猪嘛，我知道的。爱情的恰恰，糖甘蜜甜，可惜身边的人不惜。猪蹄不是我的，猪是你们。哎，你也听过这首歌吗？因为有朋友说他想要听这首歌，然后边听我的直播听这首歌，边自己在手机前唱，所以就满足他的需求，给他点。不是你们。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别人还说我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李什么李什么李慧啊不李慧佳不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跟我这个名字一个字都不见了不搭嘎说已经扒出来了啊新出道的人叫什么什么什么真的很标准吗不是李慧佳叫什么李刘海李什么有反正姓李还是姓张啊李佳慧李佳不给你科普一下十大金曲你自己去百度搜去或者你问浪网他已经知道上海人李什么李我还以为那你怎么知道我刘李反正是什么反正就是说你不知道就是奇奇怪怪的看然后说传什么啊1.75米的大高个啊什么啊，上海人啊，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么说，爱拼才，哎呀，还可以，你是我忘了具体叫什么了，反正就是跟我这个现代猪寒家没有一个字是，没有一个字。那我直接说就不标准了吗？爱讲讲，没有一个字是重合的。十六七的香港，哎，这是怎么传出来的？没有人说过啊，怎么知道我是香港？可恶，你们小道消息真多！谢谢猫半仙的巧克力。不惜你。当时不看新人呢。那没办法的嘛，缘分总是那么的，快，没有办法的嘛。消息知道很快，你们消息真的知道很快，比我们还快。好听，那你下一次抖音直播的时候可以唱这首歌吗？我来听。林佳琪，让我不要爱听才会赢，我一定要放一下。我知道。我知道。
风味之家，他就一米二。没有。搜进去改棚拍了吗？嗯，可能是吧。没有通知哦。应该是录播吧。永远不知道你困的圈子。你总有一天会跟我自己说的。爱听才会赢。救命啊，谁叫喜欢上了。哎呀，这刷的我。这是秘密。好吧。秋如妈妈，我怎么变秋如妈妈了？不可以，不可以，辈分紊乱的。你的确啊，只不过你现在变成了鲁人，鲁人，鲁人鸡爪，你变成猪的小命。好，求助妈妈笑。我说的不是对了。爱拼女士妈妈。我说的很对啊。我今天在第五零啊，不，我们今天在场馆听到了《叹云溪》，太好听了。小鞠前辈的歌就是每首都好好听。你想唱什么？再说吧。每次晚上就是灵感爆发，就是容易 freestyle，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可能是自己编的吧。你说要穿的超好看的，你不是说谢谢我吗？我为什么要穿的好看啊？我就穿最丑，我最便宜的衣服给你穿出来，气死气死！不要装了，不知道。不是打上话，我打上话火是。打上换换可能是这么弹的吧，我也不知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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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慧的哭泣好帅，姐姐的呀。为什么要让家里穿姐姐的？哈哈，偷穿姐姐的衣服 YYDS。给你们看一下我和姐姐价值3W 的包怎么样？要不要看？想不想看啊？想不想看？想不想看？给你去拿啊！我其实我觉得跟我那几百块钱的没什么两样，真的没什么两样。是你放的，不是我放。看看什么东西？但是狠狠的还是很喜欢，我觉得很好，还是挺好看的。就是贵的包就是不一样，这个触感就是硬挺的，你知道吧？懂吧？摸摸。啊，就是打开就是这样。哦，我发现我姐这个人还真的挺会塞的，里面塞了包化妆棉，就大命了，就是说这个包一下子就廉价了，你知道吗？装了十几块钱的化妆棉，就是被她拍照片的，就是很有贵妇的感觉。我
就是很有贵妇的感觉。这个不是 Gucci， 这个是迪奥的包吧？真贵啊！哎，归我了。那肯定不是归我，他借我，借我，借我。上次快丢了，他不差点让我赔吗？就问。但是这首歌理解这么贵了，看上去很贵吗？也还好了，看上去也就是说跟我的差不多吧，啊，跟我的那种包差不多吧，卖了吧，我被他打死卖了。嗯，没有，赔不起，你还哭？不要提那段故事了，拒绝，把嘴给我闭上。好吧，我承认，当时给我吓到。还好小熊帮我找到了这个包裹。我记得我十一点多的时候点进去，看到你唱完歌之后跟别人连了一下麦。找不到包的那，三岁。下次位置。怎么谢谢小熊啊？进去后面请他吃饭啊。耶。明天下雨。不要下雨，我最讨厌下雨了，不要下雨。不要这样子了，你怎么了？我不要带雨伞，我怕你，我要淋雨。哪里不好吗？带雨伞多丑啊！我的雨伞它除了就是那个老年花格子，它就是花伞，它没有纯色的伞，很丑哎，拍不出好看的照片哎。这辈子没有。好了，带回来。你猜的太准了，我的天！太可爱了，就是说你不带我打。请个10000多，你买单吧，小明哥哥最好了，你买单吧。小明哥哥肯定不希望我花那么多钱的，你买单吧。也可以很自信，可以唱的很好。你希望那如果我因为一顿饭我破产了，你是不是就得养我了？你们是不是就得养我了？是这样的意思吧？哦，对了，小黄，你也会唱歌，不然你下次也抖音。你们都跑不掉，在直播间的都跑不掉，你们就得养我啦。有点想看你们俩了。早上。我难道不正常吗？我说的是实话呀。只是有点上头。哼。因为我看了你的直播。谁让你们买30000块钱的包了？你们只要包我，包一天三顿饭就够了。我吃的很少的，不会花你们太多钱的，不会的。到时候你火了，不会花你们太多钱的。我也就一天早上会吃一顿40块钱的早饭吧。中午可以不用吃那么贵，不用吃那么贵，中午就吃20块钱就好了。晚上嘛，就晚上我有时候减肥，我不会吃的。嗯，可是很便宜的，一天100块钱都不到。而且我没有躲他死人啊，说实话嘛，真的。早餐40块钱是什么？我不是说过嘛，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就习惯就是说，早餐也不是40块钱，我上学嘛，路费就要5块钱。地铁嘛，然后早餐会吃碗馄饨，吃一个蒸饺或者什么面吧，反正就要10块钱。然后我会去买零食啊，我会去买包子、粽子，我会去买一个包子、豆沙包，然后再买一个粽子，或者买一个饼，反正再加起来又是10块钱。然后我会买一点零食和饮料啊，零食和饮料加起来不就是10块钱了吗？那就是30-40块钱啊。我吃的真的不多的，我在学校里会很饿的。我吃的真的不多的，我每天在学校里还会挨饿，因为吃的很快。悄悄的深夜向你这里。
对吧？对吧？上学长身体是要吃多一点。对，我现在还在长身体呢。那烟肠那些奶茶你包了。那你们分工吧，谁包我的包子钱，谁包我的馄饨钱，谁包我的蒸饺钱，谁包我的饮料钱，谁包我的大饼钱，谁包我的粽子钱。你们互相分工吧，然后我要是没钱了，你们就互相就是说匀一匀就好。嗯，白开水，白开水也可以啊，白开水也可以。嗯，秋山，你放地铁钱，好呀好呀。地铁钱可贵了呢，每次都是来回十块十块十块，我一个月我就要多少钱啊？三四百的，四百多吧，四百多吧，四五百。就是唱歌啊？难道是因为我看你连麦，所以你唱？你包两块的包子钱？那我得吃二十个包子，一个怎么够呢？我要吃二十个。放你唱歌，噎死我得了！我就爱噎死，我就爱噎死的感觉。所以别说，我就爱噎的感觉。吃得下吗？别管我吃不吃得下，我就喜欢那个感觉，我就喜欢撑死的感觉。你的脸你的脸又不难看，对着镜头又怎么了？上海打车也超贵。好呀好呀，是的说上海打车比杭州贵多了。不难看，而且你还挺上镜，我感觉可以以后多开开直播。那我以后兰兰包我的兰兰包我的那个出租车钱的话，那我以后肯定就是说肯定就是说不会那么绿色出行了，不能让你的钱白费呀，对吧？那有时候就可以在那个，我知道兰兰是心疼我在地铁上不能睡觉，然后让我那我就在出租车上睡觉吧。嗯，太棒了。谢谢小明的多少个，小明的四十个巧克力，噎死我了啊！真好吃。有人说打车钱，请你以后下班打车。下班也只能打车了。哦，不，下班我有免费的车，我不干，我不坐，我为什么要打车？太贵了。谢谢谢谢丢丢的十杯奶茶。明天可是还没有发工资啊！明天发工资吗？今天几号发？发的。二十个爆竹。买就买，买就买。晚安，晚安，不要难受，千万不要难受。那我就请江江吃包子。好的。明天我给江江买早饭，给秋如买早饭。好的，晚安。吃包子，请他们吃包子。我待会儿要下播了，去陪秋林跳舞去。他非要让我陪他跳舞，又不能拒绝。前提是我起得来哦，要是起不来，那就算了。需要冷静一下，你睡觉就是为了请他们吃包子，他们要是没有一个人不吃完八个包子，直播间聊聊天多好，我就不行，他们必须吃下八个包子。我还没有晚安，你也晚安了，没关系，吃我这个小猪包子也可以。猪肉包子也可以，给他咬一口。打妹哦，不要走。小江现在是真的变了，自从有了国旗人之后都不来找我玩了。我这包子脸不得配一个抵个十个包子啊。冰棍也沉迷游戏，无法自拔。你这么说，我明天真的要买包子了。忙工，我这是包子脸，我现在虽然不是，但是等我再去拔一颗智齿，我就是包子脸了。我的一切啊，小笼包可以，小笼包，小笼包只要买两笼就好了。小笼包一笼是十个，我只要买两笼就好了。嗯，我喜欢。明天听说拔汤圆是汤，拔智齿是汤圆。QQ 直播唱歌，你知道吗？嗯，杭州有一个地方叫新丰小吃，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啊！你们一定要去吃啊！就是说，它是我童年的回忆。这
那是我每天小学的回忆，太好吃了。还有那种糖糕、甜甜圈、牛肉粉丝汤什么的，很好吃。新丰小吃，对，智慧观新丰小吃都很好吃。然后还有小笼包，很好吃，而很便宜，就是说好便宜，好好吃。然后如果你们爱吃鸡的话就去吃，有爱吃火锅的话就去吃一席地，只有杭州有一席地。我收钱了，没有，童年的回忆罢了，推荐给你们，免费推荐给你们，很便宜啊，买不到，吃不了亏呀。哎，狗子，你刷错屏了，新宝在隔壁的隔壁，不在我这儿。我是慧宝，我不是新宝啊，去隔壁，我带你去，要不？回家好呀，等我下次去那个市中心给你们拍 vlog， 带你们去杭州的古镇。这样子的话就是导航，就是以后你们可以做你们的向导，你们可以跟着我的视频去玩，这样以后你们来杭州就不会觉得找不到地方玩了，怎么样？可以吧？就是我带你们去我小时候的回忆，然后呢，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一天一根儿。那前提是我得回得去啊，但是过年回去的话那边都不开门，可以就是说捡一个什么的。我也想一天一根，谁不想一天一根，可是我回不去。每天过的都是那么快乐的生活，吃的呗，又吃的。过年回不去，过年那边可能会关门，你知道吗？过年就很冷清了，像河坊街那边过年基本都不开吧。就平常得回去，你懂吧？哦，对，去上网。好烦啊！有人请客，那你都是是别人请的客吗？河坊街平常也没啥人，但是河坊街那边有很多好玩的，就是走进去，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三坑店。真羡慕，感觉你好多朋友。过年我回杭州去看看吧，如果有地方我就给你们拍下来。但是过年的话，早点回去吧，希望。河坊街是骗游客的，哈哈。我觉得很好玩啊，河坊街、南宋御街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的。都1:15了，好快。那我下播了。上海豫园去了 ？No， 我上海除了中心剧场。姐姐家没有出去过其他地方，就是市中心静安区，其他地方全没去过。比河坊街好玩，河坊街主要是不是好玩吧，就是记载了很多我的回忆，我的初中记忆，因为每次放学都会去那里，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那边打卡呀，就是我会去的地方，你们可以去打卡。因为我小学初中都在附近，都在附近，都在那一块儿。为什么我能闻到炸鸡的味道？走小慧走过的路，对呀、啊。拜拜，下播。我没饿，是真的闻到了。拜拜，走了。对。你们算景区了吧？啊不，就是怎么说呢？那边不算景区吧？拜拜，那边不算景区吧？谢谢你今天陪我到最后。但我家好远，我家好远。10, 9, 8, 7, 6, 5, 3, 2, 1, 城隍庙那边文具店关了好多，城隍庙，城隍庙好熟悉的城隍庙，城隍庙是哪里？城隍庙是哪里？买手办找不到几家店哦，买手办你可以上网买嘛。豫园很好玩吗？豫园很好玩吗？
人多。那放心吧，我们河坊街虽然说九十说，虽然说还是挺多玩的吃的，但是优点就是人少，人少又没人去，没人去。小黄人晚安，他来串个门，哎，他可能是想来看看你。好，去吧。上海之巅夜景不错，非常漂亮。喂，克雷，上海其实我也很喜欢，上海那个是外滩那边吧，宝格丽酒店那边有一条街叫什么来着，就拍照我觉得很好看哦。然后福康路还永康路还是福安福路那边，安福路就是有很多网红店，还挺好玩的。上海先玩遍吧。不玩，上海我还是想去杭州，想回杭州看看，想回母校看看。好喜欢永康路，为什么喜欢永康路？因为今天电影里面就是在永康路拍的，你知道吗？我没有很喜欢永康路，我都不知道永康路是哪里，但是今天电影上就是电影是在永康路，我今天看的电影是在永康路拍的，然后我就记着了。笑死了，那个电影里面也有外滩十八号。那个电影里面也有外滩十八号，什么情况？我也喜欢嘉兴路，嘉兴路 YYDS。 我要不乖，我是个不乖的不乖的宝贝。我要又扣了一下我的手，抓大钩了，家人们！上海有杭州路吗？有吗？有杭州路吗？恶心心，还不恶心呢？这是个护手霜。抠手咬嘴唇好疼，但是抠完就后悔，所以说我就开始涂护手霜，好疼。今晚快睡吧。 Hello 你好呀。哎呀你够了，你好尬呀，这个范二狗子你太尬了，我知道你喜欢我了，够了，懂的都懂，懂的都懂，好吧，懂的都懂。不要这么大肆宣扬了，我知道你喜欢我了，好吗？我知道了，过了。哎呀，我不会忘记的，我求你了，不要再讲了，烦了，真是。耳朵被别住了耶。嗯。我求你了，好吧。救大命了，救大命了，救大命了。我跟你说，我第一个禁言我就要送给你了，狗子，我就要送给你。新宝是谁？对啊，你告诉我新宝是谁？你告诉我新宝是谁？回答我的问题，新宝是谁？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再刷屏。你不回答你没用啊！你刷屏，我马上给你拉黑。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你够了，你够了。我怀疑他真的是个机器人，他就想被我禁言。再见吧，狗子，禁给你禁了。好了，第一个禁言送给他了。真是的，我知道他喜欢我了，够了，我懂了，太热烈的追求我受不住。他应该是去找别的前辈们刷屏了吧，他可能去找他的新宝了，去吧去吧，快去找他的新宝吧。慧宝很凶的，慧宝很凶的，慧宝把他禁言了。救大命了！救大命！笑话！一级小号是吧？好啊，好啊，来给我进一个！再见，我就不信你还有小号。来给我进一个！你再来，你再来，我就不信你还有。就大命了，真是的，真是的！哎呀，去找他的新宝宝，我求他，范四喜儿。不会还有老五老六吧？不会还有老五老六吧？禁言，你这么想让被我禁言？可是我不舍得。我来，我禁你一个。五个吧，是吧？我就不信你有那么多那么多号啊！他要再来，我揍死他！我揍死他！我真的揍死他！半六顺子。我跟你说，也亏你想得出来。我跟你说 ，Hello， 你好呀。他范六顺子是个大傻。他范六顺子是个大傻。嗯，范六顺子真可爱。顺子真可爱。你真变态呀你！救大命呢，够了。真真叉叉的热情，好吧，够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好了，我不敬你了，好吧，你也不要再说了。不信没了。嗯，哎，可是他们都很想把你。OK， 要不到底，妈妈妈妈，不好了，老鼠掉进咱家那臭白里了。哎呀，你快把它捉出来呀！你把它捉出来了吗？没有没有，但我把咱家的猫放进去了。哎，你好，闭嘴了！吓我一大跳，有鬼，你有那个大兵，不要欺负你了。那你告诉我新宝是谁吧，我要听你说，你告诉我新宝是谁。吓死了，我要把它关掉。哎呀，啊，有爸爸。命了。
吓我。真鸭不是假的。死，我要把它吃掉。太可怕了的。啊，那太可怕了，我不开心了。它真的好可怕，但是我很害怕那种事情发生的，就是那种把它扔掉了，它又突然出现了在我的书桌上。我不能扔啊！你不要吓我了，我不扔它还不行吗？我不扔它会不开心。小明，小明不要吓我了。天猫精灵吓我一大跳，不会再快乐吧？骗我有那么好玩吗？吓我有那么好玩吗？我哭有那么好看吗？啊，就想看我哭，就想看我哭。我跟你说，我今天是大萌一。丢丢，他们吓我，他们吓我，九明快帮我揍他们。我没哭，我没落泪，我只是眼眶红了，我没有落泪。大萌一有那么容易哭吗？不可能，我跟你们说，不可能，不存在，不可能。吓我啥了？他们说我不想再讲了，我害怕，我害怕，我不想讲了，让他们告诉你。嗯，让小明告诉你。他干了什么糊涂事？他干了什么吓人的事情？我不会再快乐了，害得我都要哭了。他太坏了，我要剪指甲，我也不理你们。我要疯狂的剪指甲，我不理你们。我要把我的指甲剪好短好短好短。吓死人了。今天不爱了，今天丫丫跟你一起吓唬我，那当然不能爱了。明天再爱他吧，明天看情况再爱他。兰兰晚安，兰兰晚安。这太恐怖了，我都没什么说话，他竟然说话了，他个怼人呀！经常看啊，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了个抖音，就是讲差不多这样类型的，给我吓个半死。这只鸭好丑啊，它这只鸭好丑。可是我刷到了，那怎么办呢？我刷到了，我以为它是一个什么什么电影呢，没想到是恐怖的，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有想法。
送闺蜜吧。不要，我闺蜜也会害怕。陪我看的人是吧？不是啊，我胆子挺大的，我真的胆子挺大的，但是今天真的被吓到了，今天真的被吓到了，因为我真的没有跟他说话，但他突然出声了。我胆子真的很大的，我可以玩鬼屋，但是真的很恐怖哎。隔壁也在讲鬼故事，呼！哎呀，我的手怎么又受这么多伤啊？我好疼，好疼。救命！我的腿为什么多了个疤？没和你们说，自己搞的。没有和你们说，自己搞的，没有很大，左腿。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嗯，哎呀，没什么，小疤罢了，在我那个大大图腾上面，那这些都算什么呀？不算什么。山的花一样，让我来吐吐去吧。让我来，鸡蛋了。嘿，我能藏就藏，我多穿长裤，你们就发现不了。我怕把这个说出来，你们要笑我。我这个是这个疤是怎么来的？我左腿上的心疤我是怎么来的？我想一想，我怕你们笑我，笑死我自己的，被自己笑死了。我记得我那天兴冲冲的拿了一盒牛油果，我拿了一盒牛油果，然后。就是在车子上睡着了，你知道吧？车子上睡着了，然后那个牛油果呢，是拿塑料盒子装的，就是那种塑料盒子，水果基本都是不是用塑料盒子装的嘛。然后睡着了以后就放在腿上，当时穿的好像就是破洞裤，正好卡着我那个。然后等我醒来以后，我就是说，妈呀，怎么血流血了？就刮到了，盒子刮到了，但我。太累了，然后就睡着了，一个急刹车就哗，好，哈哈，好，对，然后就留疤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太困了，我有什么办法？要是我不困，我就把它放其他地方，夜景上这样，对呀。那个谁知道它有那么锋利啊，我只是想吃一个牛油果那么简单，谁知道那个盒子那么锋利呀、啊、谁也不知道。啊，我的手好疼，烦啊，我没有扣它又这样。哎，我下次会注意的。知道了。
好了，大家，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就生你气，就生你气，但是要你哄我。再见。欧亚斯米米拉桑，明天我睡几点起呢？我想想看哦，我睡到半夜十二点吧。晚安了，开玩笑，明天早上见啊，拜拜，拜拜。